后学有见于《中庸》注解百百种，让有心研究者难以了解，特选吕先祖灵坛注解。一般人都知道，《中庸》之道是成就圣贤的最好方法。《中庸》注解有文言文及白话注解，让深浅者都能理解《中庸》文意。本片分三十三章。 章中各有节文，以每节文为一片影片，但愿能带给前贤们法喜充满。中庸吕先祖注解第三十二章第二节：谆谆其人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吕先祖解解文言文，至诚至恳，以经纶天下之大经。 尽生渊渊，以立天下之大本；浩大无疆，以配至敬之理天也。吕先祖解解白话文：天道明师，乃是以至诚至恳的人心做治理天下之大经，以深静玄妙的智性为源泉，做利己、利天下之大本。 以广大浩瀚的胸怀配合虚无至境的李天。中庸吕先祖注解第三十二章第三节：既不顾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吕先祖解解文言文，是以至圣觉自信，以知其性源，曰理。 发自信之聪明甚之，以顺天直天，绝诸群性。苟不胜心物，绝自信者，安能发自信之聪明甚之，以穷其自信之源乎？达天德之天，非亲亲上福之天。 乃真空至静之理天也，通达理天，道生德成之德，唯觉性之至圣能知之,之。吕先祖节解白话文，至圣觉悟自信，明了自信乃是源自于无极理天，进而发扬自信所固有的聪明睿智，以顺应天道。 在天宣化真理，唤醒大众神迷的本性。这如果不是因为圣心悟而觉悟自信的圣者，又怎能发扬自信的聪明睿智，以穷究自信的本源呢？达天德中天字所指的，并不是轻轻上浮的气天，而是真空至敬的理天。 须知，当今能引领万灵返海里天，并且教导佛子修道行道，而道成天上名流人间，唯有灵光赫赫、光照宇寰的天道名师之单一天命，才能使万灵之道。请继续观赏《中庸》吕先祖注解第三十三章第一节。